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制作 Windows 7的 USB 安装随身碟。这个程式的下载网址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还有，你必须要准备一个 Windows 7的安装光碟片和一个 8G 以上的 USB 随身碟。随身碟里面不要有任何资料，因为在安装过程中会将随身碟格式化，里面的资料会完全不见。打开程式下载网页，这个是英文网页，但是程式安装完之后是繁体中文界面，大家可以安心使用。将这个程式下载到电脑，这个程式是免安装档，下载完之后将压缩档 copy 到你想要存放的位置，直接解压缩就可以了。现在打开这个程式，选择执行，选择下一步，选择我同意，选择下一步，这里直接选择结束，不要再选择下一步。刚刚的导引界面只会在第一次启动程式时出现，以后不会再出现。现在这个界面是程式的主画面，以后开启程式就会直接出现这个画面。我们关闭程式试试。现在开启程式。这个影片是以这个界面作为教学。首先选择打勾的按钮，选择下一步 Windows 档案来源路径，这里选择 Windows 7的安装光碟片的光碟机位置。USB 装置，这里选择要安装的 USB 随身碟。选择好之后选择下一步，选择确定，选择同意，选择继续。现在等它跑完，按照你的光碟机读取速度和 USB 随身碟的写入速度，时间大约是20至60分钟不等。我现在用快转带过。现在选择下一步，选择离开。现在 Windows 7的 USB 安装随身碟已经制作完成了，谢谢。